狗狗去世之前的几个征兆你知道吗？农村的家犬去世之前表现令人意外。农村有很多土狗在去世之前它都有很多征兆。首先第一点就是狗会变得比较安静，狗这时候会变得不吃也不喝，而且这些狗大部分都知道自己去世的时间。在去世之前，它们往往不喜欢待在自己家里面，虽然已经体力不支，已经走不动，摇摇晃晃，但是大部分的农村土狗在去世之前都会选择离开自己心爱的家庭。很多狗主人发现啊，狗去世之后往往是不在自己家里面的，有可能是这些狗在离世之前不想让自己的狗主人太过于伤心，他们往往会找一个非常僻静的地方，平常没有什么人去的地方，躺在那里安静地等待最后时刻的来临。你有见过找一个僻静的地方独自离去的狗狗吗？